主料，西葫200克，火腿肠一根，香菇8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葱，味极鲜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西葫洗净切片，香菇切块，火腿肠切片，准备好葱花。锅里油热后放火腿肠和葱花爆锅，然后放味极鲜，放香菇翻炒，再放西葫片，加适量盐，炒熟西葫即可。烹饪技巧，香菇提前放好入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